大家好，这里是天池工作室淘宝。这个是缺轮套件，这个是一个进口的桥，这个是5.05电机，这是一托电条。这边已经供电，这边的电源部分已经供电好了。这边是一个蓝牙接收机，可以和手机配对，主要就是演示这个接收。这边是一个供电。给这个接收机供电的，这边滑板，然后手机部分，现在演示一下，谢谢大家。